迎接寒冬，是不是必须要练就一身的好功夫？我们看到新北市三重有一家食品公司最近开出一个助理的职缺，被网友称为是超人助理，因为不仅要懂餐馆客服，你还要会会计、总务、网管、美编，甚至开车等十一项技能。那么但是起薪只有20K，老板就解释说，因为公司比较小，所以事情比较复杂。那么尽管网友骂翻天，但这项超人职缺还真的有不少人前往应征。就是这一篇征才文章在网络上引发热烈讨论，网友说这一份助理工作恐怕只有他才做得来，试用薪水20K 却要征超人助理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仔细看看征才条件，职称是行政助理，但工作内容从仓管、客服、一般事务，到拿计算机的会计、总务，甚至网管、美编，总共11项技能，统统都要懂。网友说根本是在征万能助理，一个人当11个人用。不愿意吧？为什么？就感觉报酬率还蛮低的。在三重，记者实际来到这家三重食品公司，40岁的老板解释误会大了啦。这么小的一个公司，一个助理一定就是事情，每一件事情都不多，但是呢，就是要做的事情很杂。其实这家公司靠着代工找泥膏扶持小农，算是微型创业，年营业额不到200万。老板强调，行政助理正式起薪至少24000，甚至35000。你会考虑看看，对吧？因为我现在17岁而已啊。尽管起薪低，工作内容繁杂，还被网友骂翻天。博老板说，已经有人来应征，也找到人了。这20K 的超人挑战，没想到还真的有人敢试试看。东森财经新闻黄金中午君台报道。